续玩小熊熊问问题。狐獴长长的尾巴有什么作用的呢？啊？嗯。好像扫把咁打扫地方，几方便啊！等他们企喺度嗰阵，可以稳稳阵阵。梗系食嘢嘅时候，揈下揈下咁赶乌蝇啦。大家一起谂下啦。威威是正確的，尾巴就好像狐獴的第三隻腳咁，可以帮他们企直直嗰阵保持平衡的。细心欣赏神奇的大自然，往往会得到启发的。